就比如我们晚上睡觉，在梦里杀一个人，早上一醒，哎呦，又杀人，在梦中杀，是吧？你心真空净了，这业障就没有了。你心不空净，这念念不忘，一想我杀过人，我杀过人，那也找着，那你这个障就不能了。所以，业从心生，还将心灭。你心空了就心了，你心不空，还要回报。是了这一障不待空，不了应去还俗债，是度在个人，不是福来给你带来。第三是福不能带人成佛，佛哪里把外道上天成佛了，做不到。你看佛对他的儿子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不修法你怎么成功呢？譬如我吃饭，你肚里饱不饱？如何如何，爸爸你吃饭我肚里怎么会饱呢？那么好了，我成佛，因为你这么想的，你还是很佛啊。你要成佛你修行啊，所以如何如何以后就修行，就安般行，就是属习惯，所以正道如安，都在修法，不修法就不行。所以我们念佛念佛号千万不要弄错啊！我的阿弥陀佛修净土宗是依靠他念阿弥陀佛拉我到西方，做不到，靠你自己用功，叫自念他念合起来一道修，自己不用功，完全靠佛，那怪不怪自己不行？所以人修净土宗造业，为什么？他说我能不能生希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过错啊。释迦牟尼佛讲的阿弥陀佛记忆的，怎么阿弥陀佛灭了记忆呢？这也是阿弥陀佛也不对啊。好，他就把这个过错把这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身上去，他们有的要你自己好用功念佛吗？要自持名号吗？要，所以自己无形中造业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明白自己什么是福性，在这种福性的下手做功夫，那就很快啦。所以说一切法门就是一个法，都为了利益集体，说法不同，比如净土宗说的一心不乱，所以花开见佛无无生，花开见佛无生这句话很多净土宗人解释出，解释为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住了莲花台宝地多少劫数，这个莲花开开来了，我人走出来看见阿弥陀佛，那么我开悟了，知道是我的父亲是不是很累的，真的无生法忍了，都这样讲，这大错误。这净土宗啊就是禅宗啊，就用的法门不同嘛，叫人念佛功夫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是我们现在念佛念得好，悟无生心花开悟，我们的乐传心像朵莲花一样，上面尖尖后面圆圆的，我们看看流行诸行啊，所以比方是莲花的形象也像，莲花
说物理而不然，我们的心眼里在五浊恶世，它也是不然，它也是含清净，这我们用功。真正什么才定的好，我们这个心会开一分，所以进行了光明，开得大见大光明。所以这都是花开见佛不生者，就是心花开处见到本心佛，本心自性佛就是释迦牟尼，就是阿弥陀佛。因为法身千佛万佛共一体，没有两个，就等于这个电灯的光，这个电灯的光和那个电灯光，光光交缠融合，不相妨碍，合为一体。所以这个法身呢，我们见到的就是阿弥陀佛。花开见佛，见自性佛，也就是阿弥陀佛。悟生啊，你开悟了，是吧？我们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肉体是有生命的，是吧？我不出相了，不是就很深入的佛门了吗？所以我们第一是要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啊，都是盲修瞎练。认识本性即修，这心悟后即修是正修。在世上除习气，把所有的执着烦恼都除光，是叫上上生净。就是在禅宗里就讲破三观，刚刚开悟是破三初禅初观，要第二步破重观。举个比方，刚刚初步开悟，就没有进到藏经里面来，就头伸进来了，看见了一点，人还没走进来。不从外面人已经走进来了，就是法身正位走进来了，记得清爽了，能够遇事不乱了，遇境不惑了，不迷惑了，到了这个地步，他就自然神通开发。所以不从外面自然神通开发，在密宗大日经也是这么说，他说菩萨住此，住什么地方？住在开悟的境界上，住在开悟的地步上，住此勤苦修习，在世经上很勤力精勤的用功，不跟经跑，不随便转，不久无同其法，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一起开发了。我们能够见性之后，进修深入禅定，开发神通，以后入胎就不迷了。不然的话，还要迷。所以入胎、住胎、出胎，这个有几种不同。一是入胎有正念，住胎、出胎就迷；二是入胎、住胎有正念，出胎要迷；三是入、住、出都不迷。四是入住出都迷，这个第一种入不迷，
诸佛说明这世界化，世界化的世界。第二种，若诸不明出明，那是罗汉。第三种，若诸处都不明，那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有最后的菩萨，八地以上究竟是就代表二句，是吧？代表二句，成佛了，最后成佛了。他出胎的时候，就像释迦佛一样，前行几步，退后几步，一手之间，一手之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以后就不知道。以后就不知道要修法了，像是到凡夫去八地菩萨，八地菩萨入住处都不迷，怎么这个最后不成佛了还最后还迷一迷呢？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下就不知道了。这就是四邪，就是四邪的像我凡夫一样，也要来用功三餐做功夫来开悟。让我们凡夫知道，哦，佛也是这样子修成的，我们凡夫也这样子做功夫，啊，就思行一下，所以入住处都迷，是我们凡夫都不知道。是啊，我们想想看，那个附近魔穴呀，都臭得不得了的东西啊。我想这位大家，除了我们出家比丘之外，在家里都结婚知道，那不是干净的，那很臭的，很臭的东西，哪能不婚呢？就男子一受精，就被中阴身冲进去了，哎，他就助胎，就入胎。他怎么不婚啊？住了这个母亲子宫里都是血淋白地，都是婚臭，他怎么不婚啊？出来时像两头大山一样挤出来的，翻个跟斗，头朝下脚朝上，挤这盆棍挤出来，他怎么不婚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开悟之后要做功夫，深入四禅定，打开我们的神通，天眼通、宿命通，以后我们就能够不迷。不然的话再来还是要迷，是要做功夫。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讨论哪一个宗好，哪个宗坏，而且相持不下，彼此诽谤，不是彼此赞叹。这释迦牟尼说，假如我们学佛者彼此赞叹，啊，你的宗好，你的法好，这个佛法这是信证的现象，要信证。彼此诽谤，我说你不好，你说不好，这个佛法要衰微了。现在就是这个现象啊，净土中人都说别人不好，净土最好，禅宗不可靠。纵然已经接近了，甚至不了，没用，不及我净土稳妥。你看，都是这样说的。他不知道各有立场不同。净土中人只知道净土之己，不知道禅宗。禅宗立场是，这是不悟明不要紧，一出头来一问天悟，因为有阅历支持加持着我。
人生不息，善根不灭，一直走来一文钱。尤其是开悟之后更没有惧怕，最多最多七层天上七段人间他也了了。所以净土中有回谤三种，举很多例子，草堂经啊，无住界，无住界才是一个行吧，转成来转成来的住到木住到木生死不了，不用床。草堂经转成来一落子没用床，这才能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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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诽谤，不知不觉之间就遭罪了。密宗呢他不知道，更是瞎说。密宗是鬼神教，更不好更不好，这我们净土最好。我曾经在东北问一位大师，他不是东北人了不起的大师啊，叫陈刚大师，你们大家知道吗？其实在长春的东北是挺好的。密宗最不好最不好，哎呀，我请问你啊，你修净土宗是不是念念咒啊？是不是要念大悲咒啊、楞严咒、四小咒、往生咒啊？念不念啊？啊，念啊！念那么是念什么东西啊？啊，你自己本身你不敢念咒，还骂念咒，你毁谤佛法有罪呀、啊！所以这些和尚啊，一知半解，这么瞎说。其实我们中原的汉地的弘一大师也曾犯过一个错误，他也说过密宗不好，哎，鬼神教。后来看着密宗的绝文，哦，才忏悔自己错误。密宗原来这么完美，完美。从前入生，由小到大，一起都有，和禅宗无二无别啊！所以他写的忏悔文，现在大藏经收藏这样的忏悔文，你们大家能去看看，这弘一大师做一个忏悔文，就是我们不知道密宗，就信口瞎说瞎说。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心口狭窄，要不得的。密宗是鬼神教吗？不是，但是密宗刚刚开始时，免不了有一点鬼神的意味。为什么呢？那是西藏人的根基差，他要有一个神力，有点感应，他的响应。所以神念感应就靠鬼神脉，修佛法之类的脉，所以是鬼神教。但后面不相干啊，修到后面有密宗又讲走九层次第啊，讲九度法，出家外三层就是先学显教小乘的佛生的菩萨生的这个教理都要通达，后再修瑞山僧，瑞山僧的实际修行就是教理通了，实际修法是没法，但是这个法就是鬼神了。为什么这么嚣张啊？怎么除爱防癌呀、啊？怎么治病啊？怎么发财呀、啊？你看，发财财什么？财什么是鬼神法嘛，是吧？所以是有鬼神法，不是没有。但他是刚刚开始啊，他后面的原本的大法啊，比如白教，西藏的白教，他有大手印。大手印说的话和禅宗完全一致，他讲戒定性，第一个是一止戒，认识本性，
常跟我们说是认识本性认识境，哎，你认识本性之后，所以你有定力，你知道这世界的一些假象都是罪状，不要啊，在定功上修大福，把信息了尽啊，正成正果啊。所以这禅宗说的是一模一样，没二样。红教的大圆满法更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一点，我们自己本身有五种光是吧？他讲就外面还有五种光，就外面五种光失去我们自己的五种光，合成一种光，把整个身体肉体化成光体。而且对于整个光体毫无注重，他说得很清楚，假如我们证到这空光体，执着这空光体，那还是宇宙之间一个游魂，宇宙间一个游魂呢，会成道啊，要把这空光体化无，也没有，就上上升进，上上升进，就等于我们禅宗的法身向上啊，所以禅宗普三观嘛，最后幕后牢关嘛，牢关就是法身向上，从关就是法身正位，就是法身正位，就是能够一切境界都不住了，不动摇了，法身正位，法身向上啊，就是发了大神通，不是神通之界，无佛可成，不取佛位，没有，一切不着啊。举个例子，就证明万念相通。因为红教说，红光身正成，知道红光身，那还是宇宙间一个游魂。就是不能执着红光身，红光身也不可得。同样我禅宗有这个公案，就朝洞中的朝山祖师，洞山两界朝山本寂，朝山祖师有个参禅师父就问朝山师父啊，我们朗月当头是如何？朗月当头就是一个明亮的不得了的月亮，照到头顶上，照着啊，然后佛像都是一个大圆，都是光圈光门，朗月当头怎么样？功夫好不好？也是光明吗？光明体吗？朝山师父说，有是见下害，还在世界之下，虽然被升堂入室，还在世界之下啊，像我们房间来和很多夫妻似的，在进入房间就没有升堂没有入室，还在世界之下啊，不相干。周禅说，哦，那么师父慈悲吗？进一步上街绕一把吗？朝山师父说，月落相见，一个朗月当头的月亮落掉之后再跟你相见面吧，就是说把你的光面化空吧，不要坐在这光明下啊。我们做功夫有三种境界，叫空乐明，你肯定有的。一化空身体，身体是不可得，世界化空叫做大地平成，虚空粉碎，大家都能做到这个境界，这是开悟。真正化空了，
设计的我们有乐得不得了的菠萝味重重啊，乐趣的不得了啊，所以那时候就大光明，浪花生浪花都有啊。但这三种都不能住，住了乐上就不出于见，住了光明上就不出实见，住了空上就不出空见，就不出无实见，三种都不能住，就是三见了啊。再想起来，就不用时间长，一下子时间到了是吧？向下无常，明天再继续吧。在他们有武昌宫在观音殿的西边，我们先请领导们。金灭现起，生灭。就是有相的东西，它有生必定有灭，那人有生必定有死，是最初讲辩证法的是佛教，就是恩克斯讲的最初有辩证法的是佛教，佛教的确是讲辩证法，一些东西生住异灭四个阶段，不能长久不坏，沉住坏空，因为你有生不定有灭嘛，灭有灭哪能有生呢？所以《金刚经》开始不就是讲，所谓佛法。皆非佛法，是名佛法。佛法根本没有，有什么法？不是有固定的法，而因即施教，因病与药，没有个固定的东西，没有。所以是没有佛法。但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这是药还是需要的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做功夫的时候，有的佛法指点指点，还是有需要啊。是皆非佛法，就是自名佛法。啊，是在用的时候还可以用用的，用过了你就换了，才不要它啊，不仅是做它。所以它正面的、反面的、统一的啊，统一面，它都有吗？所以最初讲辩证法的是佛教，我明白这个道理。哦，实际知道我有大佛性，这个大宝贝，只要我们妄想熄灭了，断的地方，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自然现前，就个个人见到。这个佛性不是嘴所说的，真正眼睛能看到，真正能看到，就是这个无相可见的佛性，可以肉眼见到，就做到那个程度啊，定力、慧力、慧智慧，到那个定那个正上，信心、慧力，就是十道神智一把抓住它。假如没慧力，定了你死定，到那个也不知道啊，
所以定的慧律就相当于佛的还要啊，这佛的的确不少的了。就譬如我们是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的人比过，不可少善根不能是没有福德，真要有福德，没福德不行。所以我们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好的事情多做，建立福德。我们平常说一两黄金四两福，就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能给一两黄金，要给四两的福气才可以改得好，你的福气就没有了，就不行。成佛是一桩大事，不是世间的一桩小事，因为世间的事情都是过眼云烟，过就没有了啊。而成佛是个永恒的事业，永恒的，是永生永世的事业，大事。世界的事物财产都保不住啊，比如说你亿万富翁，你的子孙不孝，你给你败光了，碰到什么洪水暴富啊，你冲一点火，大火烧起来也烧光了。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变化了，把你东西抄家抄掉了，发生战争了，哎，一打就把你打光了，你都保不住。这叫成佛，成大道。水也淹不掉，火也烧不掉，这也吹不掉，肠道也抢不掉，都不抢不掉，永恒的大事。所以要有福德，所以是到开悟那一刹那，就是身心世界都化成一刹那，你就自然知道生死啊，这一切相都没有，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无尽无尽。但是那一个决心造成，所以说眼睛看不见啊，这个眼睛啊，根本不能见。只要我肯放，就光到过日子，下出三分三元，他平时在胡说八道。哦，我明白了，头脑一放，业力成佛，一放你一直放，你心生恐惧，这事情自然性解放了。这是我执着可以讲出来。不执着，没讲这个世界的假象，我们叫做妄想境，是妄想结合的境界，妄想断处的境界一点也没有。我们随便修一个这么法，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行也好，这种妄想断除，他哪里去世界多？没有。念佛的这个意思不一样，就是妄想断除。是啊，所以我们念佛时也要。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是假象，不是真的。
认肯这个道理是对的，不是嘴上说是哦靠信仰，恐怕不是空，还是有。你看我拿得到，喝得到，吃得到，怎么是空呢？我们也相信，也知道，但是就是不容放下。但是放的怎么放呢？念佛打理妄念，谁要心静而成啊？也这样做，但是不能够持久。妄想自然而生起来。哎，生起来你不睬他？不是我们能够一下子不来念佛，这个念头就不来了，不可能。所以心不乱呢？不可能。为什么呢？这个禅宗也这样说得很好啊。禅宗，这个梁山师父，他的徒弟问他：“家贼，南方是如何？”家贼这个贼啊，不是外来的。自己啊，那这个里面出来的，你要不了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出来，你也出来，这里那个也出来了，防不胜防，就问得到办法，怎么把这妄念卸得下来？那么师父说，实德不违约，妄念来了，你看见他了，你就不越妄。光临了你看不见，你跟他转了，那你就别忘了，家财都给他倒光了。光了一起你看见，你来了，我不睬你，我把佛念提起来，佛念帮你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个心转到阿弥陀佛上，那个光自然就断，自然不断的还断，所以不要用什么气力，用什么方法去断它。这把佛念提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心到阿弥陀佛上，来妄念，自然立不住脚，就化掉。所以我们念佛要时时刻刻提示，戒定提示。是印光法师就很清楚，他的净土中的解释。提起来思破啊，于是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去思破啊。耳朵听声音就声源，鼻子闻香透就七个里面，舌头吃东西贴在口袋里面，这些注意都要记下来。怎么行呢？那就不要了。一句佛号，感应的时候，你都是六根心灵相应，心灵就淡了。参禅呢，要提一起。是谁？这地方哪？什么地方来？走路的是谁？说话的是谁？做功夫的是谁？时时在这水上面，把我们的光明隔断。密宗有相应，要观一相，用一个相换一相。无相应，持咒就像念佛一样，要心念安忍。对吧？这个也有断掉。心中心法是有相应还是无相应？心中心法属于无相应，因为它不观相。啊，是没观相，不观相。它里面是有觉知，心念而为断。是观音法门？是观音法门吗？观音。哎。哦，空都是完空，那还法行啊。嗯。那佛性也没有阻止，真空不空吗？好，您说的真空不空吗？你完全落空，那个成正佛教啊，
根本不要修了，都是空嘛，修什么？就是通灯了都没有，你修什么？啊，不必修，对吧？是不是不必修了、啊？你完全佛教打倒好了。他自己走错路了吧？他是根性问题，他走那个渐修路线，他要打坐思维修，他就是走如来禅的路线啊、哦。我们的根性不同，我们大概是喜欢这个。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对，老师这个问题啊，这个法师我们深信不疑了，我们也想修，但是年龄大了，一个法都很难修，要修六个法。我们何况呢？哎。你老啊，不是常在这里，你什么问题是不是随时可以请教？你老又不在这里，是不是？那么要亲近你老也不容易。那么这个法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样？那么就可以，你们年纪大了，就修净土宗吗？修念佛了。啊、哦，修净土宗吗？最可靠了吧？现在就是净土宗也修不好。哎，你别怕了。哦，你老不妨介绍一下那个王上师介绍永山密相应的念佛法门给他听，一个小时那个方法，您介绍给他听。好没？我们上海有一位居士叫郑守标，他就修这个念佛三昧。由定中阿弥陀佛在指示，所以你要这样子念佛不行，你要24小时念佛法，24小时不断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念10字，不要念6个字，拉门都不要，啊、嗯哦，你这样容易得善。他呵呵就好发心，我这24小时昼夜不停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正啊，正法心，所以啊、哦、很想念，他就是写出来劝修24小时的念佛法，日夜精修，一昼夜。不是记住一个礼拜或者，一周一夜，一周一夜就可以了，就可以。一周一夜。哦，每天念1-2万声呢，不如那个念一天一夜24小时不停的念啊。哎，不仅那集中的，对，集中24小时不睡觉，要打瞌睡呀、啊。不睡觉不吃饭，他要发这个心啊，他要发这个心啊，修个法。我看到王上师在我们那个上面书上怎么说的，他说采取心中心密咒的修法和要点拿过来念佛呢，就是身体不要动，手结法界定印，身密是相应的，口呢就是默默的念的佛号，心呢不要观想，就清清楚楚听到，听啊、清清楚楚念，清清楚楚听，就这样，那么痒也不抓，电话也不接，这一个小时一定要熬过，然后这样慢慢的训练呢，一天做1支香、2支香都可以，长期下来跟心中心那种三密相应，道理相应。而且领导那天开始说，就是因为一个钟头我们熬不过去的时候呢，这乱心出来，你竟是熬过这样的功夫的话，临终到了乱心位，心乱如麻，可是你平时熬的功夫有，你在熬的当中你还是妄想有，你赶不走，可是阿弥陀佛你训练好，丢不掉它，也不丢掉它，临终就这么样的，这个正念没有丢掉，正念不丢掉，佛现前放光加持，令心不乱，最后就往生了。所以他不是真的一心不乱，有的时候就是在打佛七的时候什么，也有一点点的一心不乱的时候，很刹那的，很短的了。李老师教他说假一心不乱，是吧？也可以。这种一心不乱要保人呢、啊，就很难。是不是一心不乱以后将来也就往生有把握了？往生有把握，两个地方取证，这是慈白禅师说的。
自己可以证。在什么地方证啊？在顺利时候，一切都顺境。顺境的时候。顺境，啊，是不是佛念头没有了，忘记掉了？顺境业境。哎，顺境时候你心动得厉害嘛，跟地也跑了，是吧？一个是逆境，哎，你烦恼了，烦恼的不得了了，还跟计较跑了，是吧？现在年纪大了，没有顺境了。逆境是可能会有了，顺境是什么都退了嘛，怎么不会有很顺的境界的？那都不一定，那都不一定啊。看心境怎么样？哎。符合你的性境的时候，就是顺境啊！再请问领导一个问题：您说这个念咒修行念佛也可以，念到心里相应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念头了，虽然所谓的无心了、啊。可是禅宗说“莫道无心，方是道”啊，“无心犹隔一重山”嗯。这个无心跟这个明心见性的明心啊，微细差别在哪里啊？怎么体会？哪有差别？你光是无心，无心并不是就见性。因为无心还有无形在，还有空在。哦，自己觉得自己空了，哎、还有一个能觉得空的我，哎、一定我自还在。那当然。还有空的感受在，还有只是能说还在，就不是真的无心啊。对呀、啊，观世音菩萨不是到最后嘛，空属空灭嘛。觉所觉空，空所空灭。哎，你空属空，灭灭现前还有那灭灭啊。没有那种精神性，所以持咒也好，念佛也好，不要念到自己认为空，要它自然断掉，对呀、啊，不是自然断掉，它自然身心世界化空，这个全化的一点都没有，啊，那个都是事后回味起来有山河粉碎、大地平成的味道啊，不能当时，当时觉得山河粉碎啊什么，当时自己觉得那还不是真的啊，要事后是吧？因为当时还有当错一错你就知道。通没有了，怎么不知道？就是你不戒的，不做戒，是吧？但那边又有维系的差别，那个到了等于是入三摩地的境界，跟开悟境界这中间又差在哪里？哦，三摩地是快开悟，三摩地是注定啊。哦，三摩不粉碎，大地平等。哎，你都说定啊，只是忘掉时间。不是会呀、啊，不是会呀、啊，啊，哎。开悟是慧，不是定。这几个关系，戒定慧有戒，再有定，是不是注意定最后是慧？戒定慧这三个的关系。是啊，由戒生定，由定开慧，啊，由定开慧，得定了，才容易打开智慧。不得定，你的智慧打不开。光是定智慧没打开，不算。这个就是修行的心这个境界问题，无心、定心和明心都是很不错的，但是中间有区别啊。要是不区别清楚，就会大妄语啊，认为开悟了，那有下地狱。哎，再一个就是对我们这初学者，很需要一个师傅来指导。我是从国内从武汉来，我在武汉大学。我在那边工作学习的时候，我经常去武场佛学院宝通禅师。我的师父是道林和尚，他经常去。但到美国来，就是联系也不方便。我在庄严寺长来过几次，也平时在孔庙那边的话，没人说是给你指导一下，没什么。所以遇到很多，就是感到。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有。像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所以要有因缘，来有善缘，碰到好的善知识，要有善有因缘。康奈尔大学很多善知识吧？有西藏黄教喇嘛在那边当道长啊。我听说的，有没有看那个 Snow Line 图书馆呀、啊？那个什么书出版社？小支部在那边啊，所以那些事情就是有相应不相应，
啊，有缘没缘，有缘没缘的，也是黄教的事情。黄教事情的坐相很厉害，黄教很厉害坐相。白教好像比较普遍，哎，白教的大舌印就和禅宗完全一致，也很好。啊，红教的大圆满法也很好。啊，我是跟白教的夏目仁波切学弥陀法。显教呢，说我是小时候就皈依印光老，印光老法师。但你一心修净土宗就很好，修净土，两个都是净土。哎，一心修净土，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用，两种都用，三昧价值的方法，密教的净土也用，显教的净土也用，没有其他心了，我是只求那就行了，就求这一个就行了。但是很难相应还是？哎，你一定要三昧价值净念相继。就行了，就是不要怀疑，没有怀疑了。哎，就是我就是这么好，我就这样子念，啊，哎，就你就这样子念啊，我就这样子念。没有密教的手印嘛，弥陀法的手印跟显教的净土法的手印是不是一样？啊，讲到念阿弥陀佛的手印是都是法界第一的。你接听一个，那么密教的就是密教的，你阿弥陀佛，哎，他的心咒了，心咒印咒，啊，这样子，哎，他印不懂，他不念佛号，他的心咒，啊，就是那一天我，哎，听老师讲要这样子，哎，写密教的，我们写教还是密教的，还有甚至西方的破瓦法，哎，破瓦法，黑高，哎，黑啊。黑嘎帕神，帕是这个，哎，帕还是配啊？我们也修过这个帕，不是配，帕才破了，哎，配可破了，黑是起来，他观想嘛，行哦，你不观想不行吗？先观想这个明管嘛，哎，管这个中国管嘛，这个会阴啊，嗯，中，不过这个据说是一个人不好修，好修同。共同的修，共修，不要，一个人修，你出去了，哎，你不出去，收不回来。哎，不对，你不出去，你阿弥陀佛一只脚，空中头顶，你怎么出去啊？这观想只有阿弥陀佛坐在你的头顶，一次高顶莲花上坐上，左脚崴，右脚挂下，封住你的头顶啊，踩住你的凡穴。你出不去，最后要走的时候，要把佛的脚拉开，佛升高，升高了，脚拉开了，说你嘿个顶，啪，破，自身，阿弥陀心中，就正净土，要这样子修。我们是一个喇嘛教的，嗯，他没有怕，只有嘿嘎。我不怕，怎么不走啊？他传的你不全呐、啊！这个喇嘛保留一手，真的，他是留了一手。你走不了了。白教的喇嘛，转世的也蛮有名，在美国。想办法啊！不是，不是，另外一个，一个念小喇嘛的，不是仁波切的。大概他还没毕业的。他传的，你是那个白教法王怎么样？也是教不教这个破瓦法？叫什么名？大名？这乌里斯达，他是另外一个白教。乌里斯达，那个贝鲁法王。法王。贝鲁法王啊，贝鲁法王。贝鲁法王传的跟那个白月的都一样。这里我也看过仁波切，嗯，他是大圣人，大有名的，很有名。他有一本书，还做了一本书。就是禅宗白居易的记。他有一本书叫。白教的高僧，白教的，嗯，真好。所以，不怕，你就是碰到善知识了。我今天就碰到善知识。我不太听。那么师傅，我能不能拜你为师姐？哦，他们肯定要求灌顶了。要灌顶就是拜师了。哦，灌顶。
这两天。嗯，你们明天走啊？明天下午。哦，明天老师你做饭。明天早上。早上。哦，就是要师傅要长留在美国就好了。哦，哎，我跟你说，我们到上海去一样可以请教。有缘的都会相聚，你今天就是有缘，是不是有一位在这个陕北高原的一位叫做昌定老和尚？嗯，也是您的这个传人啊？对，不是我的传人，直接从昌定，他是经我们师公传授过。他亲近过我们大禹法师，我就是他没好好的修。哦，为什么缘故呢？他后来修黄教去了，哦，修禅宗去了。哎，他跟着我们大禹师公的时候，那时候要解放，他在成都嘛，哎，昌定老和尚，昌定啊，他就跑过来和我们师公讲：“师傅，快逃难呐！为什么？”要解放啊，大炮对着成都了，要开大炮了，这个生灵涂炭了，赶快走吧师傅。那么师傅说你放心，住了我这好好的修法，修心中心法啊，不要逃。哎呀，不要逃啊，大炮就家里对着就要开炮了，还不逃，快逃快逃。哎，不要，哎呦师傅你不逃我逃了。这逃不掉，没逃掉吗？哎，还在大路上吗？他离开成都了，逃难去了。哦，逃难呢？那成都和平解放，一炮也没开。哎，教的你安心做这修法，不要紧，你别跑。那他不听，他逃了，所以逃掉了。哎，就跟。什么黄教的宗师去学，能海在能海上去学，能海法师也显教啊，他也说也讲经，我在上海听过他的《金刚经》，哎，刚刚学佛，听了一点都不懂。哦，其实我们晓得密宗啊，先学显教，对，密宗都统显教，所以叫做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嗯，是密宗都同心教的，不同心教不好修法。现在上海居士林还有一个密教密坛，哎，啊，一般都修密法。那就是是这个东密的留下来，不是东密，就是能海法师传下来的。哎，能海法师是。静安寺是东密的，哎，静安寺东，能海法师传的是清定，哎，清定法师，清定法师就在四川嘛，是四川的，然后常常来去啊，哎，有的到上海，有的到四川，哎，他在，所以刚才讲那个人啊，清定法师逸云高啊，也清定法师也跟他写了个序，哦，给他写了个序啊，上海当了，啊，就是，给他写个序，所以人家看着他呢。也相信他了，所以不能这样。关键是他是一个虚啊，一云高外面宣传是是啊，清定上是拜他做师傅的。哇，咋好？他上面倒没有。所以这个恒顺众生的修法啊，那更知道。一云高是要宣传的，给人家看他拍照片的。你看，清定上是亏了我面前嘛，拜我做师傅的。哎呀，那跟那个。鲁生燕一样的，对呀，他跟那个卡鲁伦布切，哎，照相，卡鲁伦布切一起照相，人家去拜访他，哎，一起照相，他也来皈依我了，是吧？说西藏的活佛啊，皈依他了，皈依他了，你看，好多活佛，因为西藏都很多密教的人，是是是，哎，所以这些人就是，你自己的功夫，不必拿有名人来宣传自己，是吧？他。你看，清净上师拜我做师傅了，拜他做师傅了，是吧？就是瞎搞。我有一个一个请求了，就是先你老师几十年的功夫，当然有定了，定中当然看到一切，未来也能看到，就是海家两岸的将来的和平。那我们现在不敢讲了，不敢讲这个。没关系，好的方面，因为涉到这个方面，
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希望好了。这总跟共业果报的问题要、不光讲。免得引起误会啊。对了，对了，这个不好。因为对政治有关的，我们就不讲了。那我们希望也好了，早一点能够啊。不过这个容易上来啊，哦，不能有这个才行。对了，没有这个他不能走，哎，不能上。嗯，哎，哦，可以到这是外国人的，哎，国内最上的这个，哎，很有缘的，见到你很有缘，我也是见到高僧大。来光的时候，中间让光上一点，啊，老的有点露，刀里边是吗？这儿。哦，那个怎么了？对，就是。你也讲得很好，就是。我是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讲的很好，这个老师是吧？哦，终于看了您的书，觉得您的爷爷非常了不起，那个貌相也很好，嗯，非常是，非常专业，他是也是真的是个，不过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对，你看他的貌相，对，有点像释迦牟尼佛子。哦、我讲你们还是有缘嘛，你们在画画没时间跟人家。那画的真漂亮，真好啊，庄严。是您画的？哎，我先生啊，先生画的。画那个这个。啊。真不错、啊。哦，梳得很脏，梳得很好，真专业。你看，咱们嘛，你看，这里有几个小伙伴，梳的，哦，大师，这大师，梳的梳的，这个像梳的就好了。啊，你让小贺看到吗？看到是吧？那一万字呢？上面立体的，上面立体啊。又是沈老师，哎，又是陈教授。教授，那小贺更容易了，大部分都能做。这大部分是好啊，啊，不容易。这个是也就是一个十二菩萨。哎呀，设计很好，真妙啊！这个，你拿绕一转吧。绕一转，这里转，我们转，向右转，向左转。哦，向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块大石头。哈哈哈哈哈！我向左。来，行。一般都是向左嘛。那装塑像塑得很好，很庄严。你看这个小子，一万绕毗卢。上面是玉石吧？哦，每一尊像都做得很细，很庄严。这个头像真的是做的庄严，做的好。这个重金属，三十块钱。这个水平。哦。啊。这个像素这么好。哎，这上面的佛像做得非常好，这些小佛，这小佛现在每一尊放，现在放大，您看，我这里面可以放得很大，看得很清楚，看，你看，每一尊小佛可以看得很清楚，嗯，你看到没有？你看，
美真的很清楚，嗯，它可以放大30倍。嗯，现在你看，远了远了远了，最后变得这么小啊，对。一万尊，这是从普陀山做好以后运过来。啊，运过来已经有点损坏，当时还修不下。因为那个把大殿没开放，没有工作场地，不容易啊！这个地方做好了，做好了，运过来，运过来上层，上层在这里上，安装上去再上，再装上去啊？对。哎呦，这个菩萨做这么好了，再装上去。是普陀山运来的啊！哎，这我在普陀山做好了运的。哦，因为那个时候大殿没有场地好做。哦，在普陀山做的。应该是运的。因为我在普陀山一个月是海运呢。哎，两个月。这些都是您亲自做的。对对对。啊，您真是。功德无量，修复观音，千年古观音也是他修的。古观音也是观音，这个行功德大，功德无量啊，功德大。住的时候，这个玉璧是要贴上去的，这是不贴上去？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高佛雕，你这个板一块儿做的，哦，做好就是整块板再安上去，整块板接上，接上去。住的时候就和板做一块儿，板一起做着，一起做。这个也是这个原料一样的，这个原料的，两个人是做半边，反正就是磨的纸啊，把它弄起来，要不然它的。斗气跟他摸一摸啊，都摸黑了。对，要保护一下，尤其是弥勒菩萨。对，这广东人很喜欢这样子。哇，这个太好了。嗯。哎呀，这个倍数高。倍数高了哈。一万多尊。哦，这真是功德无量。在美国的一个工厂里。我设计好它生产出来哦，哈哈，很有意思，在一个模子这样啊，做出来数量太多了，对，模子翻出来，模子啊，模子翻出来，不会它有三种手印的，三种不同的手印呢，我看一看啊，就是翻译一个禅印，大家的诸位啊。对，这个是个，这是一个说法印，我再看看别处的。这面是一种手印，都是。这是生老。从开始选地到现在，啊，真是功德无量。大佛功德无量，真的是功德无量。沈老这么大年纪了，真的是天天还这么辛苦，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盖这个大佛，造这个大佛呢，就来一尊古佛。不是他造大佛啊，也来不了古佛。古佛是外国人，等一会儿就是你老刚才讲的后面那一尊，1000年的古观音。那是从哪里来的？从大陆，大陆运来的，不是欧洲的，一大堆，哦，一个很小的故事了，取下来，等一会儿请沈老讲讲这个故事，介绍一下，箱子是贵的，装箱子那是高，相当于办法推出了，唐朝以前的了。那真的不容易。这个雕塑家呢，结果呢修不好，修不好放在家里放65年，等我来塑大佛的时候呢，看了我的大佛，他说你能把它修，然后他就把这尊造化修的修不一样的，修两位我修，那多大的修？一般这个是这个是一共放的，他这古物都够看，1000多年的古物。也没那个缘分，这是我们中国人，真好真好，中国人，对对，我们到前面一点照个团体像，哎，真好真好，这个佛像看出真是，很庄严，真的这么大，哎，不容易，这是美国最大的一尊佛像吧？
这恐怕欧美地区，欧美地区最大的一尊了，真的哦，这只是举出亚洲，除去亚洲，这就最大的一尊了，举出亚洲是最大的，最大室内，室外的，日本人也有大的，是好的，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那面有斋堂，这里面有千年古佛，这些地方正在修建之中。这是大殿，刚才大殿的外景。这外景很漂亮，这全建好后非常漂亮，这环境。哦，他们快到了，快到了，那天听着那边，哦，听这边来了。啊，哎，你走，我给看什么？这是大殿，观音菩萨像，释迦牟尼佛，观自在菩萨，一个大钟。庄严寺，波士顿的，放在伦敦一样的古佛。你看他的姿势，对，这是观自在。他没有缺东西啊，没有缺这个，就是不是原来说一点点站起来的吗？缺了吗？缺的这个一只手臂。哦，就一只手臂。一只手臂是后来加上去。哦，是哪一只不知道？就这个，就这边这个。哦，唐代观音像，像这个眼睛也没有了，眼睛也挖了。这个眼睛也是后来长的。意外获得的修复的，这就是佛。哎，你看这都这好。这个整教院这个功夫也不错。功夫好，真功夫好。这一尊这个五彩的这个瓷的啊，叹为观止啊，这真是亮了，亮了，晒晒这五彩瓷的，这五彩的瓷都是普陀山来的，普陀山来的啊，
哦，这是普陀山来的。是普陀山水一流下来的一种水。哦。它这些水跟这些水都破坏了。哦。哦，这尊佛像是普陀山来的。嗯，唯一的一尊。哦。是世界上这个所谓五彩的瓷的。五彩瓷啊，最大的一尊。你真的讲，我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放你这儿，就是，有缘嘛，有缘嘛，美国有缘嘛，这个秋有缘了，他在美国，六十多年放着，他就没给你扔了还是怎么着？他是中国人给他修复，供养中国人的这个庙堂里，对吧？中国人来供养啊，真是，真是，嗯。啊，这是普陀山最大的一尊五彩的瓷像。这四位观音头的影像真不错，真是好大。这个古佛是唐朝的，真是好。他就没给扔了，还怎么着？好，真是。对，放了六十多年。嗯，放了六十多年，他这要个头，他头是摆得很好。这是在哪里头发现的？哎，就是一个，他刚就啊，对，你说的对，是一个欧洲的人了。哦。他送一堆东西到一个。艺术家，美国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那时候还只有29岁，所以这提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事体，因为他这个一个丹麦人，他做进出口生意，他一定调查过了哪一个是能够修这个东西，因为他修好了，这种博物馆就要向他收买了，高价钱可以收买，他偏偏去找一个住在此地不远的。一个艺术家，那时候只有29岁，然后这个你他留了电话号的，留了这个 address， 留了这个地址，对吧？等到他走了，这个艺术家拆开来一看啊，他不会修，他原来是东方的艺术品，他只懂西方的艺术品，就打电话叫他来拿回去，打电话几次。没有人听电话，后来他到他这个地方去留下地址了，去看一个公司啊，去进出口公司关门了，就关掉了。这个丹麦人呢就坚持不来，不然呢他等了一年，他不来没有办法了，也不能修，也把他放在阁楼上，阁楼上这样子一等，等了一放就放63年，放了63年，从29岁变到92岁，哇！所以你想一想嘛，假定这个一个丹麦人呢，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个40岁的艺术家，凭什么？假定是这个艺术家也不会修，也把他摆在阁楼上，等了23年，他就100多岁，就不可能来了。那是，对对对。你看，这他92岁来了，这是相差5天，他看见这个大佛像，回去就生病了。啊，哦，所以他就说是那一次不来了。你把这个像都是这个像是做的时候这个音乐啊也是实在是一个像一个他的头像做的就是这么好圆满，他是木头的，你看做的活好，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小佛，看见没师傅，头顶上一个小佛，头顶上一个小佛，看到了吧，你看，头顶一个小佛，嗯，释迦牟尼，这是那个阿弥陀佛，你看，这大这个姿态，也是这个头像做的真好，真好，哎，这个姿态，那个瓷的是明朝的，那是五彩名瓷，那瓷器那瓷来说。这个像好好看一下。
姑娘好看。嗯，照得好，真好。这个姿态特别好。那后来后半截我没听清，您说后来是那他九十多岁这个像他就后来不要了？不是，九十多岁了，他后来看见啊，这个报纸上，是这儿在烧一个大佛，哎，他忽然发起心头，说要下来看看。看这个庄严寺，哎，那个大佛，要看这个来。哎，其实我们在此地已经好多年，他从来没有来过。他没来过。他没有来过。他看了一张报纸。呀，看了报纸，他就来了。所以九十二岁来的时候是，但是没有你这身体好。他是修的，怎么拉着一个手上了，真是老了。太太本来去世，跟他一道来。嗯，对。啊，那就把这个佛送过来了。呀，那他开始要卖，因为陈教授做这个大佛啊，是分三阶，三阶再拼起来。德一就像，哎，德一就是德像，德像，他将将做好，把这个这石膏啦什么都拉掉了，只有五天，第五天他来了，哎，刚拿，他看到头像，这个人有技术，行，家里这个古墓这个头能不能给弄好？生意挺好，挺好。那我们从他手里买过来，他开始说，后来就捐赠了，后来。他老头死了，哎，老头死了，这个老太太就把这个捐出来了，哦，就那200块钱也没要。哎呀，这真是不可思议。去这个300块钱直接给他了，给他了，他不肯收，他不肯收。那么收了这个，那么这样子吧，可不可以了？你先生做的这种艺术品了，我300块钱就买一个艺术品，他说好的。哦，所以今天如果在我家里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奶奶的这个艺术品，就是这位艺术家。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这个菩萨真的是就是跟庄严寺这么有缘呢，哎呀，太不可思议了。我今天就在看，我说这个菩萨像塑得好好，在任何地方没见过这样的，真好，塑得好，哎，而且那个老人就是我现在找到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也找到了修好的人，说完他就走了，任务完成了。呀，他说我放心了，我走了。我的责任，我的使命已经完了。对呀，他也许就是为这个佛像了。呀，真是不简单。那么严，长寿不了了。是呀，所以这种观念对中国人特别有缘。对，有缘的有缘。对，那是一个美国人。那是欧洲人。欧洲人，哎呀，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要有中国人正常定夺在来修修，供到在供到一个中国人庙里啊，还有中国大德来做演讲啊，就是在这儿演讲的。您看，都是这90多岁的，这么有缘的，真是啊，是，多好，真好，真好，真的，真是好。这心态特别好，让人看特别亲切。在美国要看到，现在在陈长庚上次回去，是在中国大陆也看不到这样。看不到，没有，没见过，我没见过，看不到，也看不到。我到庙去，这个做的真好。是，伦敦的，宣传一下比你好。对，我们在比你要伦敦的好。应该照一张这个像，有照好的像吗？我们带回去一个这个像。你这不是照好了吗？我这个只能放出来，它不能摆在桌子上。放出来你可以让它静静下来，在电视里放的时候可以照的吗？是吧？电视里可以照，电视上可以照。哦，哎，可以拉到那个计算机上去吧，也可以到计算机上。是吗？我吃饭去吧。好，看到不同的颜色。好好好。可以放大点。好。我不是，这就是这样。
找个角度找好。在哪找好？找去你们北京那些吃的，那就在这儿。对的啊，好，谢谢。哦，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个不吃饭都没关系。这个机会太难找了。好，再见。明天完了，好。对，嗯，这些美国人也是信佛的哈。对，现在西方也有不少人在信佛，真不错。不错，慢慢就多了。对，西方人信佛的也就多了，也就多了。对，是不是慢慢就有一些中国信佛的在投胎投到西方，完了以后的话就弘扬佛法，英文又好了，不会像我们不会英文。照着他们美国人个三口六饭。就是要来上考，就是不改，也挺简单的。对呀，在学校就反复给他们做。对，是。嗯，光点上茅台。这个地方将来修起来会很漂亮，嗯，这周围环境很好，啊，很好，真是美。中古楼修好，哎，对，这几个中古楼修好，路修好，嗯，哇，那就漂亮得很了。嗯，那，哎，把这个翻一下，可能就是，说的是，都可以。